花这么些钱瞧台上吃东西，图什么许的你们？哎呀，谢谢大家。嗯，血糖上去了。嗯，已经差不多十点了，还有这么多朋友，你们真的没有事儿吗？明天上班了。没事的话，咱们就多聊一会儿啊。嗯。刚才这个节目是谢金啊、李鹤东二位说了一段。对。相声有新人的亚军。哎，全国四强嘛。嗯，非常的不错。好。呀，下去休息一下。哎，你要不来口水得了，听我的。哎呀，拉不开栓了。下去休息一下。哎，看着难受。又把这个我们两个人换上来了。还是我们俩。啊，我，嗯，其实，说实话。怎么了？不喜欢说相声，没劲。哎，这就是忘本啊！什么叫忘本呢？你怎么说相声多没劲呢？啊，那干什么有劲呢？什么有劲啊？嗯，我们的本职工作特别的有劲。您本职什么工作呀？你不知道我干什么的？瞧不出来。说相声之前？说相声之前啊？保安呀。什么保安？看电梯的啊！哎呀呵，别你一句我一句的，大家听不清楚啊、嗯！小二，你才小二呢！我是一个，说实话，我唱戏的。我不管你们信不信，我就是一个唱戏的。就是不信，我看不透啊！纯戏子儿。什么您呢？戏子，戏子那戏子那可不是什么好词儿。怎么了？俗话说得好，说你们无情，我们无义。这说的都是你们，有你一个。没，这个荣誉我就不争了啊。其实我是一个唱戏的。您唱什么戏的？国粹。国粹。京剧。您是唱京剧的？那当然了，长了一个京剧的脸，长了个恐惧的脸，张嘴就来呀！哦，您还唱戏呢？哎，蓝脸的窦尔敦，您等会儿，岳伦，盗御马，这叫戏歌，这不是戏，这不是戏吗？这叫戏歌，真正的戏，你懂不懂？我京剧我听啊，我爱听啊，您爱听，嗯，我真正的这个京剧科边出身，什么？京剧还磕着边了，你在京剧上碰过瓷儿。科班出身，那过去才叫科班呢。傅连城啊，对呀、啊，哎，有这么七科：喜连富盛世元运庆生平，这么七科。最后三科没办，哎，最后三科没办，对，就七科：喜连富盛世元运。哎呦，行，您等会儿，就您这岁数，您赶得上吗？啊，我岁数怎么了？您这么年轻，那少说谁年轻谁年轻？你骂谁呢？骂谁呢？啊，你听出来了？啊，你真骂街呢？不是，您这什么意思？不是，您那么年轻，您赶不上，人家孙子辈的可能都比你大了。我今年70多岁了。七十几？我一直说我30多岁，那是骗你们。你骗了我10年了，快。73岁。坎儿怎么了？我照样努过去。哎，对。就是减速带呗，就是。您都70，不是？那您这七科您占哪一科呀？我呀，嗯，圣子科。圣子科。对了，我圣子科有些名家。当然了，裘盛戎、叶盛兰、叶盛兰，这都是圣子科。哦，那我岳盛斋。你老酱牛肉，你瞧了吗？你才酱牛肉呢！我看着你就闲得慌，我告诉你。盛斋就是我。哦，盛斋，哎，哦，盛情的素饭啊。什么叫剩下的素饭呢？啊，岳盛斋吗？岳盛斋就是我。那我怎么没听过您唱戏呢？没听过我唱戏很正常、很正常。我已经隐居江湖很多年了。哦，退居二线。二线了。对了，跟这些个戏曲名家经常的聊一聊，偶尔在这个后台还聊一聊。郭老师啊，喜欢京剧。我们郭老师啊，哎，经常跟他在一起探讨京剧。是，他爱这个。探讨戏曲。哦，我就喜欢这个。这样吧，嗯，您怎么样？对戏曲？我也喜欢呢。也喜欢研究。那行，喜欢就行。这样吧，啊，我唱一个啊，我让您猜是哪出戏。哦，考验考验我，行吗？没问题啊，那您猜一猜。我知道说，不知道不胡说。好，啊，听这个啊。您来，咱们听咱这个70多岁了啊，你这个老家伙。好家伙，
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小天作白天问两国交战，我的娘呀粮草来到国藩，我有心只送迎接你。停吧停吧怎奈我身在藩，停吧，七十三了，停吧，留着点力气还得回家呢。您别都用在这儿。哪出戏？这个，嗯，四郎探母，嚯，又叫过关见娘，听过的不少啊。那是那是那。色狼探母都看过。色狼探母，好像您眼睛不合适了吧？这岁数，什么叫色狼啊？四郎，四郎，杨四郎，杨艳辉。对对对，色狼探母都听过，听过听过。我给你换出戏。好好好，听着啊。您来一首，您会的一定是多呀。您再来一首。你哪里修得要修养改变，你要贪高贪牧师咋不足了。四郎探母，铁镜公主的唱段。哦嗨，这是杨四郎他媳妇儿。对对对，做工嘛，对不对？夫妻对唱，前面的是杨艳辉，哎，后边是铁镜公主。对对对对对对，我给您换一个啊。您换一个，还是四郎探母。您换一个。逮苍蝇呢，饿了是怎么了？点点珠泪洒下来，沙滩护卫一场败，直杀的杨家好不悲哀，而大国长枪来此怀，你二国断剑下他名副全台，二三国马踏日你快，我的儿女与八弟九十六番邦一十五载未曾回来，唯有二五弟把行行改，小法未曾出现在舞台，而陆地镇守三关为元帅，最可叹你七弟他被潘红酒绑在花标柱上乱箭穿身，是你拦着我点儿啊你。我拦得住你吗？我前面扒着你没感觉啊，假肢是怎么着啊？您这不还是四郎探母吗？这是母的唱段呀、啊、还真是佘太君吗？对，老太君的唱段这是。哎呀，不还是四郎探母吗？换一个啊，来听这个。嗯，一见公主四郎探母，你会的不少啊你。哎呀，是我会的不少啊，是您就会一出啊，整本四郎探母都会是吧？您这不新鲜这个？你可以啊。不是，您甭说这，不是您正经是不是唱戏？那当然了。哦，您真是圣子科的？那可裤裆着火。这会儿三把火了，您当然了、啊、那正格呢，您是唱哪工的呀？唱戏不分公母。哎，那是都当然了吗？哪个公母啊？就是您唱什么行当？什么行当、啊、老生。哦，老生。对了。哦，虚声。虚声。哎呦，那好，但他听着有点那意思。您怎么样啊？我喜欢，我平时也唱，是不是？走，跟我回家。啊，跟你。哎，不是，您等会儿，月儿，省斋，您等会儿。您什么意思？让我跟您回家？这是我跟你回家，或者你跟我回家，咱们俩共同探讨一下，我教给你一下这个戏曲艺术。哎，以后有机会，咱们俩上台，省斋一起给大家演一下。省斋，借宿就说借宿。干嘛憋着跟我回家呢？是怎么着？你干嘛你啊？不是，咱别回家，您那什么，您要教教我。对呀、啊，哦，您教教我唱戏啊？那就在这儿教啊，光明正大，这么多观众看的都是见证。在哪儿啊？在这儿啊，在这儿。我长长能耐。这儿不行。这儿怎么不行？这是著名相声演员岳云鹏的相声专场，咱在这儿。要点脸，不合适啊！借刀杀人嘛，这不就是？不合适。你别不合适，挺合适的。您在这儿教教我，长长能耐，观众也听听。这是爱咱们这国家的国粹呀！行啊，咱俩在这儿来一回，来一回您教教我。你挑出戏，我现场就辅导你。我挑出戏啊？别我挑，怎么样？沙家兵什么来不来？你有功夫七十多扫扫盲去。沙家兵什么玩意儿？这是沙兵不好吗？这哦，没有家，这不是那沙家帮。对，沙家帮。哎，怎么样？来不来？现代戏不是。您跳一出好的，我会的太多了。什么叫会太多？我会那个你都不会呀、啊。不是您会什么？我听听。现编的戏。现编的戏。新编的戏。啊、哦，新编的啊。什么呀？那个寡妇门前是非多，听过吗？嗯，没有。一个光棍激情的一宿，听过吗？
您这俩是一出啊。哎，可以啊，可以啊。什么叫可以啊？这个梁山伯与伏地魔多好。我头回听说啊。您得这么着吧，祝英台骑着扫帚多好。祝英台骑着扫帚太难受了，听着。跟您这么说吧，咱也别闹啊，因为我是真喜欢，我真想跟您学学。嗯，您碰见70多老艺术家真不容易。嗯，还盛子科的这凤毛麟角的这个，那当然，就是我跟您学学。但是我这人的爱好可会的不多啊。您那叫我，那就我挑戏，你挑戏，因为我觉得您应该都会。那当然了，是吧？嗯，那我挑啊。好，咱俩来一出这个《白蛇传》。白蛇传，嗯。非常的会挑，是《白蛇传》京剧有啊，京剧，咱俩分一下角色，分一下角色，我来白蛇，那我呢？你来转，我来，好不好？这是一出头晕的戏，太晕了，干嘛我在这转圈玩啊？我，你可以跳绳啊，拿个小星跳绳啊。没有，您等会儿吧。啊？谁带小星？受不了这个，是吧？行吗？不，就不行。您来白，您得来老生的。哦，对了，《白蛇传》里没老生，《白蛇传》谁是老生？哦、青衣小生。哦，对对对，没老生。哎，这俩，我挑错了。咱换一出，换一出。咱来一出这个秦香莲。秦香莲，秦香莲。我不会、哦。不会，你乐什么呀？啊，为了解尴尬。真行，不是，这这么跟您说吧。嗯。我会的不多。嗯。我再说一出，会就唱，不会鞠躬下台。行。行吧。行。咱来一出这个黄鹤楼。黄鹤楼。对，鞠躬下台。不会啊。您过来，干嘛就义去了？怎么了？那你说的也不会就鞠躬下台啊？黄鹤楼您不会啊？黄鹤楼啊？啊对呀、啊，我听错了。您听成了？我听成黄鹤楼了。您听，哎，其实您说的是黄鹤楼吧？是，我以为是黄鹤楼呢。那咱就唱黄鹤楼吧，要不？怎么木讷了？怎么？我岁数是比你还大呢，我怎么都听不明白这玩意儿？说是不是黄鹤楼？是黄鹤楼，黄鹤楼啊？那就黄鹤楼吧。行，有那么一句诗吗？什么诗啊？锄禾黄鹤楼。哎呦，汗滴黄鹤楼。嚯，谁知黄鹤楼？又黄鹤楼。您等会儿吧，别糟践黄鹤楼了啊！您别胡说了啊！故人西辞黄鹤。故人西辞黄鹤楼。哎，对对对对，走。干嘛？怎么老憋着走啊？这位，咱上武汉呢。哦，唱黄鹤楼就得上武汉。啊，那华油山是不是得下地府啊？那怎么着呢？那怎么你死吧？那怎么着？你70多老憋着走，你这这么直接，多不吉利这玩意儿。什么意思？就在黄鹤楼戏名嘛，就在这儿唱啊。对对对，行行吧，来，咱这个分一下角色啊。嚯、哦、啊，这戏还有角色呢？哟，您那个戏都没有角色呀？啊？您等会儿吧，什么戏没角色呀？行，简简单单的分上角色。好，我挑我会的来。你挑你会行吗？行，我来这个刘备。你刘备，哎，你刘备，我刘褥子。哎哎，电视归你 ，DVD 归我，冰箱归你，洗衣机归我，孩子归你，孩子是你身上掉下肉。咱俩离婚呢这儿。你先鸡的贼，你先鸡贼，谁鸡贼？你刘备，你刘备，大冬天你刘备，我怎么办、啊？刘那是背或是怎么着？臭不要脸！不是刘备，刘备，我留个褥子怎么了？刘备您不知道啊？刘备谁？刘皇叔。你对你刘皇叔，我刘皇盘。我DVD 在我这儿，怎么了？那是电视可在我这儿呢。那咱俩换换，不不换，洗衣机归你，听说电视归我，我没黄盘不行啊。行，你这，这都70多了，您至不至于您，靠这个活着呢，我现在。行了行了，您知道不知道刘备？您不知道谁啊？刘备谁啊？姓刘名备，字玄德。姓刘名备，字玄德。哎，对了，家住大蜀楼桑。哎，没错。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哎，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号称为常胜将军。此皆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都两杆，独射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见。
现一川博小将，不会博甲博其靠，掌中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当下就有爱将之意，朋友徐庶暗中保护赵云，那徐庶自进得曹营以来一计未现，今见赵将军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你拦着我点啊，你倒是。我拦得住你吗？你跟马上要死的似的，你知道吗？你气儿多了，憋得讹我们呢。这儿你这是你们唱戏的词儿吗？这不是说相声的词儿吗？你背他干嘛呀？你这嫌你了是怎么的？这你知道刘备是谁不就完了吗？这气儿多了怎么这样呢？这边你没日子说了，你跑这告别来了是怎么着？还强弩弩这坎儿，你过得去吗？你知道就完了吧？你这都干嘛呢？占时间呢？嗯，行了行了行了，这知道得了。刘备刘备，行了，我刘备 OK 了吧？行，你刘备，啊、行行行，完了你来那谁呢？你来，哎，你来诸葛亮，我来诸葛亮。哎，对对对，诸葛亮，姓朱名葛，字亮，诸葛亮。全抖成反了，这点名字啊！复姓诸葛，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哎，道号孔明灯，给放了。孔明，孔明，道号卧龙，哎，道号卧龙。诸葛亮，哎，对对对，神机妙算，哎，是是是，羽扇纶巾，哎，对嘿，对不对？知道，您来诸葛亮，我来诸葛亮。啊，那我还再来一个，你还再来一个？哎呦，对，你来俩角儿啊，我两个角儿，你两个角儿，我两个角儿，对，他得俩角儿，我怎么他吃的多呀，对不对？这俩角儿，咱不行，咱最近咱瘦了，咱没说消化的事儿。我俩什么角儿啊？我啊，你说什么角儿？我两个角色，对，两个角色，俩角儿还得，真行。我来，我再来一个，我再来一张飞。张飞是谁？姓张名飞字翼德，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张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号称为常胜将军。自己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见一川博小将，不会博甲博其靠，掌中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当下就有爱将之意，朋友徐庶暗中保护赵云，那徐庶自进得曹营以来一计未现，今见赵将军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徐庶言道：“那何不收留此将？”曹操闻听，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以他一人抵命。我也觉得尴尬的哈。73了，就冲这个力气就值得鼓掌。我告诉你，众将闻听，不敢上前，唯有后退。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73人来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走？在后面是紧紧的追赶，追至在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让过赵云的人马，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你拦着我点啊！”我是真想拦着您，我怕您忘了。我行了行了，可以。曹操忙问身旁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此乃张飞，一猛撞人。”曹操闻听，呀，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诛文丑之时，曾对某家演讲，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官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来呀，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那猛撞人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但见那张飞抱头环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两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部黑钢人，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嵌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掌中丈80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呆！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而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军后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吓死我了。好，今儿再来一个。哎，哎，喜欢听这个《后汉三国》到底为梦中、哎。再来一遍是怎么着？您行了，哎，73了，啊，留口气儿吧。张飞嘛，啊，行，我你知道就完了呗。行，这么费劲干嘛？我来张飞，我再来刘备，我两个角儿。啊，对，完了呢，你也俩角儿。我不行，你行。我最近我减肥又吃的少。你可以可以，就冲您这气力就行，知道吗？您这俩角儿啊，您啊，您再来一鲁肃。鲁肃，嗯，我不来鲁肃，那您来，我来素鲁。啊，素鲁，西红柿鸡蛋怎么样？可以啊，玩去。饿了是怎么着？鲁肃不知道啊？谁呀、啊？鲁大夫。鲁大夫，嗯，鲁大夫是什么呢？什么？山东的医生。山东。鲁大夫，我来蒙古大夫吧。哎，别就别就，你再治死了人，你再。鲁肃、鲁子敬，行，可以，可以，一人两个，一人两个，哎，行吧，咱们这就开始，这就开始。哟，怎么呢？坏了，什么叫坏了？我来的时候比较匆忙，怎么呢？我没带着我的庄稼呀。庄稼啊，就是您出门都带着庄稼，您是打算随时死啊？不是，换上就死，碰瓷儿的。不是你们行话管它叫兽医吗？谁那行话呀？你们才白是那行的呢。那叫什么？我们叫行头。我没带着行头怎么办呢？跟您这么说啊，这位生斋先生啊，咱相声舞台就穿大褂，就穿大褂，就穿大褂。行行行，完了还得跟您托付一声，嗯，因为没有锣鼓场面，那怎么办？靠嘴学，拿嘴学。您上场我打架，我上场您打架，行行吧，万事俱备，哎，只欠东风。没错，你这个有没有帘儿啊？什么帘儿？帘儿？唱戏的帘儿吗？唱帘儿。哇，帘儿拉上了，咱俩后头一忙活，然后冲。咱俩忙活什么呀？什么叫后台一忙活呀？就化化妆啊，准备一下，帘一拉开，咱就不用准备，连行的都没有，就不用办了。咱就清唱，清唱，不用彩唱。看我的，你在中间唱就没有这帘那大幕，行吗 ？OK。哎，哟呵，还留个学还？哎，咱搬搬这桌子，搬桌子去哪儿？哎，分出前后台来啊。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嗯，这边上场门是这边下场门。好的，咱搬下桌子，咱们就开始。哎，来，哎，回来。你拉过磨呀？是怎么着？你搁这儿就完了。你桌子还挺沉。那是，完了还得搬把椅子，有场面的小座。谁去搬呢？我搬吧，我搬吧。您这么大岁数，我去搬吧，孙老师。行，我来，我来。您这么大岁数，不是您这么胖，您去搬不合适。孙老师，我去搬凳子好不好？老师，我去搬凳子好吗？我去搬好不好？老师，我去搬吧。我搬呢，光动嘴了，站着。你都搬来了，真行着。来，小座有了啊。来，咱们就归后台。归后台。归后台。这就开始了。开始唱，不废话了，行吧？来的。馄饨，馄饨，馄饨。豆浆，油条。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嘎巴菜，玩去！煎饼果子，哎呀，还胡辣汤呢，还笑话吗？卖早点的俩人出来，你先馄饨呢？谁说馄饨了？你说馄饨没？我那是弹奏一声，那我馄饨，那我呢？您得打家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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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馄饨打家伙。哎，你这个家伙给我出来！打死你！你过来，过来，过来！73的这么暴脾气，这玩意儿，你说让我打家伙吗？打家伙就打呀！打谁？打响了，打小罗。小罗，小罗。好嘞，好嘞，好嘞。哎，馄饨，小罗，谁小罗？打死你！哎，出来吧，出来吧，出来吧！活73怎么活过来的？就这么大脾气啊，逮谁打谁。你让我响锣吗？打响喽。我挺响的呀。搭腿搭腿。哎，对，搭腿。哎，好好好，这都得现教给你。跟你唱戏好累啊。我比你还累呢。馄饨搭腿搭腿搭腿难听。
流氓，我告诉你，你才要亲我。谁亲你了？我拿我当老刘。你玩去，我拿你当老流氓了。我你这不对啊，宋老师。谁不对？谁不对啊？他老撅嘴。谁撅？这什么？我叫你上来呢，咱俩一起上。那就同场上。你说这他就明白了。你说同场上啊。我疼。兔爷，啊先生，啊老婆，哟呵，过日子呢？你叫我先生，管你叫老婆怎么了？我还吃着亏呢，我知道吗？叫老婆像话吗？那，你叫我主公，主公什么东西？主公什么叫主公什么东西？皇上，谁呀、啊？你，嗯，你皇上？不，国家没人了。这模样当皇上？您等会儿，我扮演皇上，你叫我扮演。行，啊先生，啊公主公，这到底是什么呀？还公主公？公主是公主，公主还是四川探母？主公，真行。啊先生，啊主公，动武过江之时，你把孤王害苦了。哎呦，哇，手怎么这么黑呀？你打什么人呀、啊、你？脏心烂肺。谁脏心烂肺？谁把你害苦了？谁把你害苦了？不是，刚才买的麦当劳我掏的钱，知道吗？还我把你害苦了，臭不要脸！不是，不是你，谁呀、啊？诸葛亮。你找诸葛亮去、啊。我哪儿找诸葛亮去？我，你来谁呀、啊？哇。哇哦，这样的话 M 真的很 sorry 咯。哦，手正黑，我告诉你，我帮你游一游。你都躲开，还游一游。哎，这剧中人对不起剧中人，剧中人把剧中人害苦了啊。是是是，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来、哎、打家伙就完了。来来来、啊、动武国将之事，你把孤王害苦了。不是我，别说了。打家伙，扛浪子来对抗，浪子来对抗。老韩先生，诸葛亮，唱。你比孤王，我过长江，唱。龙堂虎穴，过去闯，唱。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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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驴呀，你让驴踹我是怎么着你？说词儿啊。我什么词儿？山人送主公。哦，这句啊。废话，来来来，分明是、哎嗯、打架。扛浪子来对抗，浪子来对抗。老韩先生，诸葛亮，唱。你比孤王，我过长江，唱。龙堂虎穴，过去闯。扛浪子来对抗，浪子来对抗。山人送主公，哎，分明是送孤王啊。去见阎王，山人送主公，免。山人再送主公，免。山人送主公，免。山人再送主公一点点。我抽你，你信吗？你怎么送起来没完了你？啊，送一次得了，知道吗？该你唱了啊。打家伙，扛浪起来的扛，浪起来的扛。老韩先生，诸葛亮，唱。你比孤王过长江，唱。龙潭虎穴孤去闯，扛浪起来的扛，浪起来的扛。分明是送孤王去见阎王，善人送主公，免。免什么免？刘备送刘备。词儿一样是吧？我用你复述一遍我的词儿啊！你唱你诸葛亮的词儿，你知道不知道？哦，诸葛亮还有词儿呢？哟，诸葛亮是个摆设。这个诸葛亮可不有词儿吗？诸葛亮什么词儿？你有四句词，您不知道啊？什么词儿？你会不会？我忘却了。你怎么能忘了？时间太长了。哎呀，主公上马心不爽。主公上马心不爽。哎，这是第一句。哎，对，第一句。据我所知啊，还有第二句。废话。
山人八卦秀内藏。山人八卦秀内藏。第三句，蒋申且作中军帐。第四句，等候涿州易得章。错不了，告诉他错不了了。大家伙，来来来，行啷拆来子，行啷拆来子，行。主公上马心不爽，心呀嘛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秀呀秀内藏。蒋申且作中军帐，主呀嘛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得章，你呀嘛一我唱错了。您这是唱戏吗？您就是混歌厅混多了吧？啊，您得唱戏，您得有韵。有什么？有韵。我有不了韵。嗨，强人所难啊！哎呦，我没那设备啊！对，老娘子没看上你那是。您等会儿，您得有戏韵。戏韵什么韵？您得这么唱啊！啊，主公上马心不挂霜。唱，你唱。主公上马。打家伙。打家伙。我打。打击啊！打击啊！你老催我干什么？两不救火。扛啷拆来子，扛啷拆来子，扛！主公上马心不爽，扛、啊！你主公主山人八卦秀内藏，扛、啊！将身且作中军帐，扛啷拆来子，扛啷拆来子，扛！等候涿州易得章。哎呦，河南戏的味儿。我守灵呢，谁又死了？还又死了？这么快？您说您的词儿报名？哦，该我了，该报名了。我叫诸葛亮，家乡话，坐在椅子上，哎，手拿破扇子，等候易得章。怎么了？您还有街舞的底子？您够利索的，怎么？你干嘛呢你？你跟这蹲地呢？不是，我感觉天塌了，怎么回事？不是，张飞来了！张飞来了！张飞来了！张飞，我躲一躲！别！张飞，来你躲什么呀？张飞是个莽撞人呐，莽撞没事儿。我天哪！你回来，你不能怕张飞。我怎么办？你是军师，你管着他。行，你不能害怕，是吧？我军师，就打家伙。我诸葛亮，诸葛亮，我管着张飞。对对对，我不用害怕，不用害怕。我天哪，还挺累。哎，吓我一跳，打家伙。你耍猴呢你啊。那怎么着呢？张飞说了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快。急急风是什么风？枪。哦，好，行、哎、行。张飞。哥。我害怕。哎。你非得把我腰闪了，我告诉你。咋的呀？憋着死这儿了，你看了吗？哎，胜真，跟你唱戏啊，太他妈累了，我比你还累呢。哎，咱这有点儿，什么点儿？急急风完了，这儿一蹦灯舱，完了我这儿一挖呀呀就完了。蹦灯舱那个挖呀呀，挖呀呀，明白了。蹦灯舱一亮相，完了挖呀呀，啊，结束啊。您记住了啊，谢谢您，谢谢您。我挖呀，我挖呀，我的词儿，我挖。那你挖吧，你挖，你挖，挖。我挖什么挖？你都挖完了，你都。
怪吓人。火闹啊，火火火火闹到仓，惊悚啊。这三场的仇我都得找回来，我告诉你。你这是干嘛呀？你这对词的时候说好好的啊，不打这么狠。废话，感情到了，快气死我了！废话，你干嘛？你干嘛呢？我这说你说词儿啊？我什么词儿？你就这一句词儿你还忘了？什么词儿？三将军进得保障，怒气不息，你为着谁来？哦，这个词儿，就这词儿啊！来来来。哎，冯继成，来，火闹我，哐哐，火狠呐，单仓。三将军进得宝昌，怒气不息，你围着谁来？先生啊，怎么样啊？我围着你来，你围着我来，真的是，我错了。去你的！跟上货的似的哈，对，拿你当土爹了。行了，各位施主请回吧。正好啊，哎，来吧，坐好吧，还没结束呢。哎呦，到现在还懵呢，这一下子。没想到打人也这么累。哎呀，谢谢，调调气息。哎呀，刚才这个节目叫做《黄鹤楼》，是我们两个后台刚才对词的时候研究了一下。嗯，上次演这个节目的时候是在2011年的时候，2011年12月31日，7年过去了。嗯，多少有些生疏。是，首先我们两个都不是什么唱戏的。对。我们行话管它叫腿子活，学嘛，什么汾河湾呐、洪阳洞啊，嗯，什么全德报，这都属于唱戏的。对对对，在台上唱戏的节目，模仿人家，模仿。说实话，《黄鹤楼》为什么很少演呢？为什么呀？因为这个节目特别的辛苦，是还有要求呢，场地啊，对，像小剧场可以，因为我们在台上没有话筒的时候，最后一排也能够听得见。没错，像一般去外地演出的时候，体育场都不敢演，体育馆。体育场都不敢演，因为一旦离了话筒大家听不见。我们又不是没有面对过退票事件，但是都没关系啊，心里还是有阴影啊。对，今天在北京又是北展剧场，为什么喜欢在北展剧场呢？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剧场啊，它很剧场啊。什么话呀？不是，它很拢音，音响好，音响不错。所以说呢，今天就我们叫开活，开了一个黄鹤楼这样的活。今天是今年也是近2年在北京开专场，对，我们很认真的研究了今天的节目啊，包括我们俩大褂，大家不知道发现没有，第一场跟第二场的大褂都是新做的大褂，这是第一次在舞台上穿。今天这个黑的呢，是我们俩经常穿，是因为这黑的薄，哎，然后呢台上穿的时候比较飘逸，人呢也觉得呀，感觉比较有精神啊，就是台上凉快啊。现在已经10点多了，我看依然10点半多了吧，虽然有空座了啊，有的朋友已经有没上班着急，有上班的赶地铁的，这很正常，不着急。但是放眼看去还是有很多的朋友没有走。接下来的时间咱就跟大家聊一聊，聊会天吧，聊会天。有，说实话刚才我们一上场的时候很难进入到角色，对，黄鹤楼这个故事里面进上，人得装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俩一上台的时候很多有人喊唱一个啊，五环之歌这那的，观众太熟了。实话实说，五环之歌我已经唱了很多，可以可以，没关系，唱了7、8年了。我一般都是在外地商演的时候，对，第三个节目就是刚才黄鹤楼这个节目的时间段，嗯，我一般都会演学歌曲。学歌曲呢一般都会唱这个五环之歌。对，说实话我也演烦了，演了好几年了。我看有的这个节目是在优酷上这个播出哈，对，优酷会录，
很多朋友我也看弹幕说哇又是这个又是这个看烦了，我知道大家看烦了，但是我没有办法。哎，很多时候因为有看不烦的，对，很多时候大家就觉得五环之歌没有听到好像白看了岳云鹏的这个专场演出，也不是谁没有这样的感觉吗？啊，不管有没有吧，反正是有的朋友就觉得还是遗憾，有点遗憾。五环之歌呢可以唱，但是五环之歌一唱呢就结束了，下班了。哎，唱这个之前咱跟大家聊一聊，各位有什么想聊的举手，咱可以共同探讨。对，比如说问孙老师的体重。没有没有没有，甭拿我折啊，没有用。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问您聊会儿天。好，这个姑娘不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包养你，不是包养、哦、什么包一下包养我，照个相签个名，这都以后再说，以后再说，不忙、啊、哎，不忙不忙，有正经的问题咱跟大家聊一聊。对，好，那位大哥，什么购物车啊？我谁清空的购物车，东西都给我删了，我不知道是谁。我本来12点我都订好了表，我去抢一抢，我有几双袜子几个内裤准备想买一买，但是发现大明星啊，嗨，省钱呗，为了，对不对？我这人又不爱洗。哎呀，行了，说老有苍蝇跟着你呢。不是，我就买那个一次性的啊，纸尿裤啊。还有什么？后面吧。哦，再见啊！头一排的姑娘，你就很好，突然间很尴尬啊。谁送？还没有，还没有啊！我们小区比较老，后边有一位。接下来有什么作品？这个问题问得好，没有。就这么一正经人，还给得罪了。我们其实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深深的知道我的使命在哪里。我们经常在写东西，但是一个半成品呢，很难拿到大舞台上去说，不完整。我们一般的都是去小剧场去压活，我们叫压活。对，演几遍之后，就觉得这个作品成熟了，才能够拿到大剧场。大剧场演出的时候，一般都是特别成熟的。对，因为对起票钱。对，我们经常在写东西，经常我又是一个特别爱写东西的人，虽然我没有什么文化，但是经常会动笔。就是、有字典。哎哎。您说，大哥，哦，姐姐，嗨嗨，这个挣钱谁不累？不是，这个人虚伪，虚伪。啊、是，你不虚伪，我也是为了挣钱。你就是虚啊！你伪啊？哎，你变聪明了，这个。哎呀，说相声是为了养家糊口，那就是粉大姐。粉大姐，如果都是为了孙老师而来，我会伤心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嘴都瓢了。会，当然会，人无完人，我不是一个。这老苍蝇追着你吧，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对不对？都会有嫉妒心。对。我们两个真正我们俩走上台啊，所有人都是发自肺腑的说孙老师我爱你，没有人喊我的时候，我会有些失落，这是正常的呀，对不对？你还是不习惯。我知道这是玩笑的成分很多啊。哦，你是这么理解的。这蒙不了我。哎，玩嘛，起哄的。行了行了，闭嘴吧。都是男生，把这男的嫁出去去。爱孙老师很正常，我有时候会看那个评论，很多朋友都说哇孙老师太可爱了，孙老师确实很可爱，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啊，在台上岁数越大越这样啊，生龙活虎，非常的非常的萌，这是形容我的啊，非常的萌。行了行了，别说这词了。我看有一个评论说孙老师非常的叫什么宠逗哏，就是他非常在台上很宠我，对不对？说明什么？说我们两个时间长了。明年2019年是我们两个人合作10周年的，这个十年了，十年呀，十年，我跟我媳妇儿刚8年，我们俩就十年了。对，我就是老刘呗。这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实受啊。
哎呀，真的很开心，我为了今天已经准备了好久了，我特别特别喜欢此时此刻的大家和我们状态，自己的状态，畅所欲言。对，我不怕什么优酷录像，将来有一天他会播出，我都不怕，因为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在一起聊一聊，尤其是北京还心里话。好，那位大哥举手，一直在。哎，每次演出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挑事的观众啊，对，说我跟郭麒麟谁是一个？当然是郭麒麟。对呀、啊，他姓郭呀，父传子哎，这是对不对？对对对，我除非我改姓。对不对？郭胜斋，我改姓我又舍不得。那是，换一个，谁知道你是谁？换一个，哎，这位第二排这个，哎，这个问的好啊！什么时候还去小剧场演？什么时候呢？不知道。就算没有回答，因为这个时间呀、啊，我们两个时间有点不受控制，很难能够凑得上。今年这个又比较忙。而有时候孙老师也不在，是吧？所以很难凑得上。有机会去演的时候，一定会提前通知大家。我们争取年底之前演几场、提前通知大家，我们去哪个剧场？对，在哪个队？会跟大家说。我封箱的时候，我一般都在。这儿在啊，小队封箱不一定在，因为我们俩现在没有队。对，我们俩不属于任何队。不属于任何队了。什么？跨年的时候我也在挣钱，我也在挣钱。对，跨年的时候我们在重庆，需要跟大家聊聊今年跨年。前两天我们还开会呢，今年跨年怎么办？对，张云雷带个队，我带个队，我师傅带个队，还有什么德云三宝，全中国的演出，小剧场怎么办？没有那么多演员、我在重庆，我师傅可能在这儿。对，还有很多跨年的晚会，在广州的。对，那天是我们这些个演员赚钱的时候。理解一下、好吗？我在重庆。有重庆的观众吗？开箱应该是在北京，还是开箱在北京？对，应该是在北展。肯定是在北展。啊？开箱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听通知。这两年开箱的时候我都没在，因为我陪我媳妇孩子，还有和我妈，有的时候会去旅游，会去对，什么？好了，去哪儿旅游、啊、还没有定，西单呗。啊！我疯了，我上西单去旅游。给大家唱几句，来，孙老师，来。谁唱啊？不是你唱吗？不是您最近学那个猫叫什么的吗？我谁学猫叫？那是于老师啊。才在后台还说呢，小月，我一会儿唱一个学猫叫，是不是？那是我吗？那个，我记得是你。没有，那是于谦儿，知道吗？啊，您来吧，我来不了这。您的粉丝那么多，啊，都是花钱来的。学大象叫，来来来。没听说过吧？大象叫学不了那玩意儿，音量太大，你知道吗？您来吧，听他唱吧。朋友们，您唱的我唱什么？找花台。找花台，好，会点。咿呀嘛更儿哩，月影儿照花台。我不会，我就 会这句就别唱，我就会这几句，就勾的这螺。你看，照花台，和探清水河、送情郎都是最早我师父在台上唱的。对，我们觉得哇很好听，我们就学去了。然后在小剧场演来演去。我师傅说：“那你们唱吧。”对，所以说《照花台》郭麒麟学走了，是《清水河》小辫学走了，《送情郎》我学走了。你师傅算翻唱。那个唱个别的吧。拆西厢。橄榄树。拆西厢，很多朋友都喜欢拆西厢。好，准备一下。有板吗？有板吗？我给大家唱几句《拆西厢》。来吧。拆西厢啊，这是一个竹板书，说实话很难唱，一个上句一个下句颠倒着那么唱，平均每两句呢就会有一个高签。对了，不好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拆西厢，很少有人唱，我师傅会，我会，其他会的都死了。来来来，这话真得罪人啊，跟上。盈盈门锁，手儿
腮，叫声红娘，你快过来，你姑娘有见这个不明的事，从头你要讲个明白，你姑娘我是这个闺阁的女，擦胭脂抹粉我是总嫌不白，张君瑞本是一位唐朝的客，咱娘们宋氏三代女裙钗，唐宋相隔有这200载，何人编出这部戏相来？红娘闻听抿着嘴的笑，姑娘明白这个我明白，老爷在朝他是把官做，官居一品是位列三台，宋王爷开了那叫文考场，天下举子们进了京来，河南来了一位关公子，关汉卿千山万水进了京来，老爷贪赃吐了悔，去了人家的好文那才，三长没把公子来中，回家门坐在小说斋，在询问主持人时间，问时间规定我们11点必须结束。对，现在各个剧场都有规定，硬性规定，因为没有办法，就可能为了大家的安全，对，等等，这是没有办法的。刚才主持人说已经11:10了，现在可能15了，现在可能超过11:10了。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再给大家演了，因为十周年的时候那是10年前，我们也是提前跟民族剧场还没有这规定啊，提前跟人家打好招呼的，今天可能多演一会儿。对对对，但是今天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满足大家，我们演到12点啊，演到1点，没法满足大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其他的演员再上来跟大家见一个面，重新认识一下。见识见识。嗯。这是我们，只是我们其中一批，让大家挑一挑，不行可以换，好吧？我们还有别的更好的。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对，王小格，王小格，哎，嗯，孔云龙的徒弟，嗯，很帅气，侯鹤莲，嗯，我们师弟，李云天，李根儿啊，嘴里干净利索，地理图，李鹤东，鹤东啊，全国四强啊，哎，谢金，大辈儿，相声有新人亚军啊，嗯，还有这个史爱东老师，石老师，主持人尚小菊是我徒弟啊。接下来送行郎唱给大家，一不叫你又来呀，二不叫你愁啊，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镀金钩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东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南呐，睡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这银元给我的郎买
张火车票啊，这一游啊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西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北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呀，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我们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后面的朋友，谢谢你们辛苦啦，坐一宿，坐了将近四个小时哈、啊。对，注意安全啊！稍等一下，朋友们，稍等一下啊。此时此景，此情此景，我觉得一回生二回熟，再给大家唱一遍，好吗？来吧，音乐老师。音乐。三回我们是朋友，你是朋友我是豆，都别放手，会变老也会变丑，你别烦恼你别忧愁，人生短短几个秋，你最放休，生呀二回首，三回我们再聚首，挥挥手再点点头，都慢慢走，慢慢走你慢慢走，慢慢走你慢慢走，明天再上一层楼，再回首，好好听。哎，这回唱对了。一回生呀二回熟，三回我们再聚首，挥挥手再点点头，都慢慢走，慢慢走你慢慢走，你慢慢走你慢慢走，明天再上一层楼，再回首，明天再上一层楼，再回首，谢谢，谢谢朋友们，谢谢后面的朋友，感谢感谢感谢。感谢